没我的事哦，太好了，我就可以继续看。那我就继续吃莲雾哦，吃莲雾看愿望清单啊。哦，还有，这礼拜四的那个跟巧克力王的船长啊，你们可以期待一下。这次我终于发挥作用了，因为之前真的不太会玩船战，然后又是巧克力一直带我玩，就感觉一直没帮到他做什么，我就觉得很挫折。像我玩游戏，我比较怕是雷到别人，别人雷我。我觉得还 OK， 那像我雷到别人，我就觉得这是我不允许发生的事情。那是不是要暂停了？等一下。大家都瞎了，对不对？等一下哦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好，我来看隐形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隐形交给我。没有。我愿望清单看到一半，听到什么哈哈哈哈，吓到了。没事没事，隐形交给我了，你们继续玩。那一块地下城，期待春季。对啊，他是说2020年上市啊。到时候就来怒玩一波。可是2020年春天10月10号，啊不，1月10号那天是魔物猎人 PC 版的那个那什么冰岛。所以就是怕冰岛玩到一半，然后麦块地下城又出了，那这样我可能会优先实况麦块地下城，再去玩魔物猎人。哎，兔窝的有没有魔物猎人一些装备还没毕业的？因为这次活动又全部开了，所以可以的话就赶快再来刷一刷。什么？这群人太轻松了，我就是花到没钱花了好吗？好了，不死军团出来了。没有啊，谁会知道刚刚那一波，大家都看不到那迷彩。哎，我以为我这次看得到迷彩，还是等级不够啊？我记得可以啊。允许击破伪装气球，我现在才看得到，还没看得到。我等级还不够大。
欸，白痴哦，生这么多是干嘛啦？这不用生那么多啦，你这只是会增加伺服器负担呢。还是你们喜欢看那种很白痴、白痴的游戏？所谓的白痴游戏，就是玩起来操作都很智障，然后有90%以上都是靠运气，10%是靠操作的。然后本来也想玩泰拉瑞亚。那泰拉瑞亚一个人玩，我真的也很没动。生存类游戏啦，我一个人玩真的会很没动力。我不太适合一个人自己拍影片啊什么的。哎，你怎么又敲我？偷偷跟你说，之前我不小心。我有想要用录影，不录影啊，录音，但是没有那种回音模式，找不到，因为我后置已经很勉强在找那种回音，就唱有那种 KTV 唱歌的感觉，不然就直接拍唱歌的影片啊什么的出来就好了。Kitty， 房子之。是不是要爆啦？是不是要爆啦？等一下哦，开什么镜？哎，阿飞，你放这些都没伤害的，你放这些干嘛啦？哎，出事了啦，认真啦。哎，不对啊，我们已经过关了呢，不是吗？白痴哦！我想说，怎么可能我们终极还过不了？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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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没事。其实我刚刚过了，我跟你讲，刚刚阿贝那个玩法，整个很烂，也不是很烂啊，因为你只点到这边而已啊。你可以点到后面这里来好吗？要么就是你最下面这个点满啊。欸，紫色早，睡醒了。建立队战士名，还是你一直都在，只是没有讲话而已。中等反向，可以啊。我也想打到100啊，100会有东西拿、啊。可是就有人不认真啊，我也很认真欸，我能叫都叫了欸。欸，西米，你不是只能玩三人吗？没关系，大家如果真的没人，我们再玩三人。
什么农场美满？哪一个？你说什么农场？哇，第一个糟了。哪一个？这个吗？这个我不需要满啊。你看，马上就有啦。好了，我只是没生而已。哈哈哈。可以吗？西敏，你撑得住吗？我觉得西敏撑不住哎、欸，每次只要看到这边显示灰灰的，过几秒钟 ，P2 已连接断线，连接已断线。你看，他还没好，他还没好。哈，重来咯。你真的要跟我玩哦？那我开三人的哦。那给西敏进来哦。你快进来啦，死神眼干嘛啦？那我继续看愿望清单哈。我看一下哦，还有这是什么？那、啊、这又是什么游戏？欸、我已经逛了13页了、欸、还没挑到满意的、欸、而且这次怎么那个特卖没有显示说你可能感兴趣的游戏之类的，没有得选，之前都有、欸、好了，好，你是想打叉 DD 按到 F 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我也常常按到叉 F 或利 F。哇，也太顺了吧！三个人可以这么顺的哦。西敏，撑住啊，西敏！西敏，你还活着吗？你还是
别来跟我玩了吧！哎哎，你尽力了，我知道，这就说这不是你的错了。网络顺不顺，这是更是看天意了。哎，我是开错了吗？我开错了，重新首页。不是我不跟你玩哦，是你不跟我玩哦。好可怜哦，你家可怜。啊，艾琳，你们刚刚在尝，你们在刚玩星星是不是？哎咻！对啊，所以不是我不跟你玩，是你不跟我玩。那进你要不要进来？还是阿伯？哦，满了。哦，你是去看哦。星星太难了啦，没天赋又不能用换那个现金道具。好了，极乐哦！我刚刚把500块丢给他，他只还我330，哇！欸，太亏了吧！我投资他500块，他只还我330欸。然后钱平分下来，我的天，不玩了，有人还变833元欸。啊！我重开游戏啊，一直有人断线。我是不是跟香港的人玩都会这样啊？开壳。这游戏太赚了吧！没有，不，真的不是我不想跟你玩，我已经很尽量找可以一起同乐的游戏了啊。你们那时候一直叫我玩奇乐，奇乐我也是有在开台玩过啊，可是就是常常都被针对，要么医生第一晚针我，然后要么第一晚针我然后被杀掉之后说是神医，没有，他的企图只是想要双针我啊，或者是他就是觉得我会被人家刀死或是插死什么的啊，再來就是要么就是保镖保我，然后医生要针我的时候被保镖踢到，然后又被刀子打的那个刀子割下去的时候被保镖保到，懂吗？那不然就是那个谁，
杀手杀别的时候，保镖射死我，就是这么惨。阿静，你怎么又进来了啦？没事啊，你可以进来，没事没事没事，给个机会，我一直有给你们机会啊。胖子里，进给我钱，我要买班杰明，进给我钱。我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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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你，还你，还你。没。200、300、400。哦，白痴，我给你钱干嘛？我给错钱了。哎，没有，我没给错钱呢，白痴哦。好了，你班杰明出来了，我刚给错钱了。